原标题：热水枪发现青海波罗婆文字解，上写七个怪字，竟是这个意思。在青海等西北地区，因为不同文化的交融，也就带来具有异域特点的繁荣。今天小编要给您说的宝贝，就是在这里发现的一块破布，上面的神秘字符一时间无人能识。那么写的是什么呢？看完小编的揭秘，您也许就明白了。本文所有图片全部来自网络，感谢原作者，如侵犯您的权利，请联系本号作者删除。图片与内容无关，请勿对号入座。青海的都兰县是一处历史文化悠久的古城，在唐朝时期还是唐蕃古道上的重镇，几千年来这里留下的历史文化遗迹也不计其数，而其中最著名的就是都兰古墓了。它是1500多年前吐谷浑王国的墓葬群，具体位于都兰县热水乡最偏僻的一处荒凉之地上，但是其面积却高达2万多平方公里。1982年，我国的考古专家小组驱车来到了都兰古墓，根据上级领导的要求，对其中的几处墓葬进行抢救性发掘。同时这次发掘也算是打开了都兰古墓这座宝库的大门。经过几千年西北风的吹拂，这里的古墓也都极度的干燥，所以专家们的发掘工作进行的也比较顺利，而且出土的宝贝也着实让人惊喜不已。比如有各种精美的金银饰品、木简牍，以及一些保存完好的丝绸制品等等。但是最让专家们感到震惊的却不是这些，而是一块破布。当时专家们打开墓室后就开始清理其中的沙土和腐物，可没想到的是这沙土下面还有一卷破布。专家们感到很意外，小心翼翼地将它取出来时才发现事情，但可惜已经很破旧了，而且成色也不好，灰不拉几的一块，上面落满灰尘，看不到什么纹饰。专家们一开始也都没怎么去在意，就将其当成破布放进了三类文物的保管箱子里。这些文物出土后全被送到了都兰县的文化局，随后一场对出土文物分类、鉴定和定级的工作就风风火火地展开了。三个月后，一二类文物被处理完毕，盛装三类文物的箱子终于被打开了。一位专家用毛刷刷去上面的尘土，用放大镜仔细观察这块破布后，竟然布面之上隐约出现了一些几何形的纹饰，也许是因为在地下埋藏了千年，所以肉眼很不容易看清。于是专家们就不淡定了，立即对它进行修复。真是不修不知道，一修吓一跳。专家不仅发现这块破布上有异域色彩的纹饰和图案，而且上面还有两行神秘的字符，即 Mekemoka 和 Libago。 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专家们研究了数日还是一无所获，并且请教了业内的诸多专家后也是无法解读它的意思。最后经过多方联系，专家们联系到了德国哥廷根大学的一位教授，这位教授是研究中亚古文字的资深专家。经过德国专家的鉴定，这些神秘的字符是波斯萨珊朝的波罗婆文字，由阿拉美亚字母演化来到，而它翻译成拉丁文就是 Sahara Mekemoka 和 Wizitswara Ibago， 意思是王中之王，伟大的、荣耀的。所以这两句话的意思也就是伟大的王中之王。而且这件锦也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块八世纪的波斯文字锦。这块锦咸鱼翻身从破布变成了一件宝贝。但是专家们的问题也随之而来，这伟大的王中之王指的是谁呢？是墓主人还是另有其人呢？如果是墓主人，那他的身份又是什么呢？一系列的问题接踵而至，让专家们异常兴奋。也许
这就是考古研究的趣味所在吧。如今对于都兰古墓群的发掘和研究也还在持续不断的进行着。除了这件神秘的罗婆文字锦之外，专家们还发现了大量的珍贵文物，而且他们自身所带的文化信息、历史信息，甚至是缘起谜团，都是一笔笔巨大的财富，也值得我们每个人去了解和探索。文澜海润工作室主编文秀才，本文撰写特约历史撰稿人刘丽江的返回搜狐，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